阿里给我安排相亲，相到了我的女客户，没想到她还是我小时候的玩伴。我相亲你给我这么多钱干啥呀？那相亲不得带个诚意去啊？万一成了呢？那要是没成呢？你得过来救我啊！还有，你告诉咱妈，以后别给我安排相亲了啊！除非就是 ，Hello， 命中注定。哎，哥，我操，在劫难逃。是你小子，我先走一步啊！别跑！哎，大舅哥，别他妈光叫大舅哥，叫什么大舅哥？哥，你别太生气了，当年的事儿，现在不是故意的呀。对呀、啊。哥，还他妈管我叫哥，你比我大，你说你也是，你找的这什么人呢？你还找他？他就是想缠着你，他就想癞蛤蟆吃天肉，他就想泡你。我没想缠着他，哥。哥，他没想泡我，是我想泡他。啊不是，不是哥，我的问题是我想泡他。啊？哎呀，哥，我们俩就是朋友，正常交往。什么？不是，不对，正常交流，正常交流。对，哥，你别想那么多。不认他，那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哥，别走，走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大舅哥，等大舅哥，有诚意，大舅哥，诚意。这个才是诚意，看到没，老妹儿，来，走。但是吧，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看重人品。哥，这人品挺好的。对，大舅哥，我人品挺不错。我不熬夜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而且早睡早起，天天八点就起来上班，至今初恋还在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这个人的诚意，我操，我咋给他忘了呢？哎，老公，你怎么在这呢？不是，情况有变。什么情况有变呢？老婆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呀、啊？老公，老公。